无论身处何地，在危急时刻都能把呼叫信号传递出去。我们曾梦想着把世界的大城市连接起来，多想和在田间劳作的父亲说说话。喂，儿子，你给我买的手机太好了，真方便。我们常想，信息和资料的传递能像闪电那样快就好了。梦想有一个无处不在的网络，迅速地传到我们身边，任我们使用。需要的